我们今天带大家看的项目就坐落在 Fulham 的中心地段，项目紧邻的就是 Imperial Wharf 轻轨站，乘坐轻轨 Overground 可以直达帝国理工学院的两个校区，还有欧洲最大室内百货 Westfield。 此外，从切尔西码头可乘泰晤士河水上巴士，在十站以内抵达威斯敏斯特、伦敦桥与金丝雀码头等通勤热区。从项目步行12分钟还可以抵达 Fulham Broadway 地铁站，乘坐 District 线地铁。项目引入了泰晤士河河水，修凿出专属于这里住户的小桥流水，蜿蜒曲折的水流为整个社区定下了悠然静谧的基调。流水潺潺的社区运河和充满意趣的自然空间，静谧安宁的水岸，北欧风情的浪漫，完美诠释了西伦敦标志的奢雅生活。项目在原本就有的游泳池、健身房与礼宾服务基础上，还为这个全新的分期增添了更尊享奢华的住户设施，仅供住户享用的私人影院与社交酒廊。项目在售高矮两座楼，主卧次卧都配套定制的落地式内嵌衣柜，功能齐全的宽敞厨房里为每间公寓都增设了温控酒柜，所有厨电都被升级至顶配的德国品牌 Miele。 浅色的室内装潢搭配纹理感十足的木质材料以及白色为主的饰面，将北欧风情的舒适温馨带进了家门，凉爽优雅和温暖精致相辅相成。